这个你修这边别动。这里面这个还有什么指甲剪剪的，还有什么剪？指甲剪，你自己没有是那种两指甲剪对那拐子转，剪毛。嗯。这脚也经常修，不修麻烦，脚脚印在这儿哈。指甲有点欠甲，长得不好。对，它就长得不好。脚踏很麻烦的，脚踏一点点，到时候看吧。如果说不容易好的话，就泡泡那个出汗的，止汗的，泡过以后脚不疼就好得快。明天可能观察一点看。行。这个里面肯定剪断在里面。嗯。哎，下刀都不好下，一点都看不到。不要动啊！不要动。正常修这个是不疼的。不要自己瞎剪，听到没？这就瞎剪，你自己剪的坏了是。发现长的肉有点疼了，就来修。看、啊，里面全是毛。别动，看里面。这边就有一个大。